姐差不多了。嗯。差不多。那妈妈的差不多耶。我也觉得差不多。太少了。嗯，对。
就是把卡梅拉系列的书都放在那里。如果又像之前那样乱放，那可能就很难找。但是现在我们知道，它肯定是在那个篮子里面堆出来的，就比较好找了。下车时，请谨记携带您的随身物品。谢谢合作。